是什麼來的？糖啊，好吃的糖。嗯，軟糖其實是 collagen 來的，即是所謂的 collagen 是什麼？我不知道，骨膠原。嗱，我哋上次講過咧，嗰啲咁樣嘅啊，呢、這個叫 collagen 即係咩啊？嗰、那個唔係膽固醇 collagen， 係 collagen 咪 collagen 咯，即係會去令到你骨膠原啊。